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原神 4.6 枫丹城宝箱让我神童，一条龙全收集旧日斯海诺托斯区斜率上的永续，是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。卡皮托林31，神童52，宝箱136。好，那这一批我们要来到卡皮托林山门口这一个锚点。那这里我们打开我们任务列表，找到这安魂曲啊，哀悼命运之创啊，这里追踪目标。好，过来连通水道。这边绕一大个圈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去进入到了宫殿内部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宫殿内部啊，然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丢下方那边走。往这边走过来，前方有一颗神童，把这个神童捡起来。诶，好，捡起来神童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边我们要把怪打一下。好，那这边一直打怪对话打怪对话啊，最后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，前往黄金宫殿的上层，点击启动。好，上来以后先开锚点，开了锚点，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一颗神通，拿到塔，拿到神通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一个玄耀玉钵。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我们再去做任务啊。好，完了之后在正前方这边来点击开启开始演奏。好，这里友情提示啊，不要点击右上角就退出，然后它这个空格啊，就让你按的时候你就跟着按，就很烦这一段。音乐倒挺好听的啊。
期待很长啊。千万不要中途退出，不然要重新再来一遍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。好，我们来到旧日之海，然后这边选择卡皮托利姆啊。卡皮托利姆啊，这边我们来到崇高大道右边这一个锚点。好，过来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看啊，这里是一个什么机器鱼啊。好，切换一下交互状态。来给大家叫听。叫停之后，在他嘴巴这里拿到着一个金子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，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，这里有一颗神桶，捡起这个神桶，捡起来之后交接下这个螺帽水母，该演奏了，叫他，然后发现演奏不了。好，然后点击想想办法，然后跟着他走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，这里点击开启挑战。那这边我们等待三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三个都冒出来的时候啊。好，那三个都冒出来的时候，再给他叫停。好，然后再继续跟着水母，螺帽水母。上面是一个贝壳，这边我们过来把这贝壳直接敲开啊。好，完了之后我们继续跟着他走，这边是两个水草，那我们去拿这个圆月弯刀。好，然后再回来给他割断。好，然后跟着他们回去。好，回来之后点击该演奏了。好，那这样就会出现三个宝箱啊，两个金子，一个珍贵宝箱，一个华丽宝箱啊。好，那拿到这个华丽宝箱，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游。这里的话我们先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拿神通，在对面这个平台啊，对面这个平台把这个神通拿，这个神通拿到，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再回来做这个挑战。这边吃这个水威力。
跟着穿，传送门。好，这边出现宝象，我们拿到这个金子的宝象。拿完这个宝象，东南方向敌突右下角这边有一颗神童，捡起来。哦，那捡起来这个神童之后，我们先从这边出去啊。好，出来我们再往东方向敌突右边，我们绕一下，这边绕一下，东方向敌突右边，这边绕过来之后是东南方向敌突右下角，这边游过来敌突，这里有一个机器鱼，给它叫停。好，然后再大的准，嘴巴这里拿到这个金子宝箱，旁边的仙灵带一下。好，这边把这怪给大家清一下啊，去拿这个旁边的，去拿旁边这个东西啊。好，回头把怪清掉。那清完怪之后，我们再把仙灵给大家送到位。好的，仙灵到位，普通宝箱开启，拿到这一宝箱，东方向敌突右边，这里低头下来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怪物镇守的宝箱啊，旁边有这个定时炸弹啊，捡一下，回头把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清完怪，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，东南方向敌突右下角这边游过来。好，那前面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是打石头给它炸开，炸开的话里面是一个精致宝箱。拿到它之后，我们再往头顶上游，往这边游上来，这里有一个贝壳，把这个贝壳给它敲开，里面是一个摩拉队，这摩拉队拿到，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抬头，上面这里又是一个贝壳，把这个贝壳敲开，里面又是一个摩拉队，拿到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，从这边游过来，然后低头在这边这个路上啊，路中间这里一个大石头给它炸开，里面一个摩拉里面一个神通，捡起来这个神通，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传送到我们现在左手边这一个锚点。好的，那过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啊，抬头，这里一个贝壳敲开，里面有个传送门，点击进入这个传送门。这里把我们传送上来，有一个金质宝箱，开启。拿到这个金子宝箱，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前游。好，我们游过来的话，能看到前方有一个仙灵啊，低头，这里柱子上这里有一个仙灵，那这几只怪我们要清一下。好，那清完怪之后，来摸一下仙灵，这边跟着仙灵走。好的，仙灵到位，拿到这个金质宝箱。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再继续东方向敌突一遍。这边游过来有个大石头，把这大石头炸开，里面一个普通宝箱。好，拿到这个宝箱。好，现在我们在 4.6 版本是22个锚点。诶，仙灵已经达成了，具体多少不太清楚啊。那宝箱现在是136个啊，挑战28个。再看一下背包是52个神童，然后宣耀玉帛是4个啊，还有一个，有一个是之前漏掉的啊，最后我们再一个分批统一帛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